欢迎收看国光帮忙。男人心中总有块女人永远不懂的小田地，今天男艺人带来他们田地中的宝贝现场大 PK， 看看谁的收藏全宇宙最屌啊。铁汉煞星宅男蒋伟文，无敌铁金刚的代言人燕君，星际顽童 Roy， 正义化身 M78 星球来的许建国，谁说我不懂的美女评审团马伊伟如，男人的收藏品女人永远不懂 Part 2开始献宝啦。我爸、啊，好大、啊、，Father， I love you， Father， 这个厉害，这日光灯在哪买的、啊？什么日光灯？日光灯跟屁水啊！那个不管大家伙小家伙，大家都知道，这就是星际大战里面的光能枪嘛，光能剑，光能剑，这很屌，而且光能枪它是热的，你手如果摸着会烫。外行的看热闹，内行的看门道。看好了，这就是星际大战经典人物的黑武士造型，大家猜看这酷炫的战斗服要多少钱吧。星际大战即将要开始出那个卡通影片版，卡通影片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装备好不好？不要拿下来，不准不能讲话，很累很热。好，这样讲。哦、oh, ，OK，OK，、okay. okay, 来，你好，你好，你好，有，你好，你好，哦，我穿这个很辛苦哦。我们的兴趣会抵过我们身体上的辛苦。OK， 哦，那这一套是自己定做的呢，还是有地方买？我们找美国的同号去打磨，然后照着电影的道具100%复刻，对，哇，自己组起来，你看 ，BBS， 不要碰那里了啦。新款材质哦，为什么它有点不一样？它脏脏的耶！为什么你脏脏的？因为他刚刚从战场回来了。哦，没有打仗回来，这一次是动画版。对对对对，动画版。对，在我们的后面。对，这个哦，星际大战。哇，8月22号星期五。它的装备还是那个电影他们有授权的，就是完全仿冒1:1电影里面的，不能乱做就对了。不能乱做，是有版权的，对不对？它每个钮都跟电影里面是一样的。哎，还有声音啊！这个伟文讲得很对，其实我们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道具，甚至刚刚说张张，它其实是第四部曲的沙漠兵，连它的上色，我每一个细节都要跟电影一模一样。哦，所以不是买来就再把它弄脏这样子。要可以弄脏，不过弄脏要跟着电影里边的那个斑纹，因为他们穿这个都不太容易上厕所，不是随便弄脏的。对，我们要学着他。他们穿这衣服都不太容易上厕所，所以那个士兵他裤裆那边脏脏是后来弄的。哎，对。哎，那如果穿这样子要上厕所要怎么上？好辛苦。是，不是你不能上完厕所再穿吗？他们刚刚穿了一个多小时了，所以上完了嘛。我们又不是频尿的人，对不对？哦，你们穿这个装备很辛苦。对，说过了，我们就算要尿急，要去什么大便无所谓，我们都会喜爱星际大战的程度，会超越我们生理上的那个需求。OK， 这真正厉害。所以说我跟你讲，这就跟我们玩那个生存游戏是一样的意思。对对，只是我们扮演是现战，对，是他们比我们更疯狂，还去定做这个，贵吗？对我们来说，一切都值得。黑武士这套贵吗？很值得了，多少钱这样一套？每一套的金额都不一定，这套比较贵。这套多少？这可以上到大概8万吧。哇，很值得，很值得。它材质是玻璃纤维的，哎，连鞋子这个都很那个，对对。而且这套很新哦，而且这个是定做的，这是在 Made in Taiwan 这定做的，然后做这个衣服的那个皱褶啊、起伏啊，都是一针一针去缝。哎，你不要顺便弄到我的啦，很烫。对不起。OK， 好，8万哦。那像我们这一套的话，大概比较便宜了，也要大概3-4万。3-4万。你手上拿这个头盔就1万多块了。头盔比较贵。哎，这可以当那个骑摩托车用的安全帽。可以啊，玻纤啊，蛮可以哦，酷哦。看得清楚吗？是看不清楚，觉得发生车祸。
会闷死吧？带着骑摩托车带上去，安全帽。怎么看都是绿色的、啊，走到哪里都是绿色的、啊。带着骑摩托车好了。本来就是电影里面就是这样绿色，而且是用。哦，这个士兵昨天晚上喝醉了，忘了穿衣服。啊，好辛苦哦。很帅，后面有口水，还有口水。走一个，走一个，狠一点的，狠一点的。这个感觉。欢叔叔哎。巡逻啊，会舍不得，舍不得，舍不得，没关系，值得的，值得，一万多块，哎，我靠，好贵哦，是是是是，好，我想看女生戴这个说，怎样？女生你们觉得戴这个值得吗？我觉得如果自己的男朋友收集这个啊，我就觉得没有意思哎，哇，好性感哦，好性感哦，哇，好性感，你看得到吗？很高哎。因为穿这个去约会嘛，也不会啊，放在家里好空间呐。哇！你差点打到蚂蚁了。其实看得到，它有一点绿。没有，从这个就知道。蛮透风的。这种游戏不适合女孩子玩，你们会乱玩。对。其实刚刚蚂蚁小姐说好像不值得，其实很值得。我跟你说，是吗？因为我们这个501这个组织哦，是，其实我们主要是做善事的，我们会穿着这个盔甲，我们事前会买一些玩具，然后会穿着这个道具盔甲去探访孤儿院。哇，好开心！我们会，不主要我们还会去那种就是癌症末期的小孩子，我们去那个重病医院去看访他们，给他们希望。啊，真的很好。然后做一些公益的活动，然后我们遍布全世界50几个国家的，所以卢卡这个电影乔治卢卡斯很欣赏我们，所以特别就找我们去跟他一起来表演，他跟他合照，真的，真的，是公仔，对，没有，我有一只啊，而且我这只是大的，你看，好大哦，对打对打，好长哦，来，哇塞，那我们三，哎，你们落了啦，输了，对打。哎，小心我的东西啊！现场搞成这样，地板都给毁了。我们再度证明男人真的很幼稚了。你们认为谁的收藏最值得的话，我们就要送给他《星际大战：复制人之战》的电影票。你们三个选哦。我们三个。对。那我们有可以先拿票吗？不准。为什么？我是评审啊，评审很辛苦。一号二，一号二，一号二。阿姨连连跳舞很性感呢。真的。穿护士舞，所以就是护士舞，这个就没有 feel 了。好，没有关系，没有 feel 了。因为那个是带那个有 feel 的，都有 feel。然后这样，然后就这样跪着啊，然后这样子。哦，有 feel 哦。哈哈哈哈哈哈！送票，像康哥就是收集这种送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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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名票。大家带了很多那个收集的东西，对不对？是你不是收集鞋垫的吗？对呀，对呀，对呀，这么厚的。他是弟弟，没有康哥。其实我们两个啦，你们两个都收集啊，我知道，还交换啊。哎哥，你为什么那个比较厉害？没关系，我今天借你穿来看，那明天拿两个来赔。就跟我讲话，我们当然收集鞋垫的。哎，我就想这个。介绍，是是是。首先第一位蒋伟文，大家好。蒋伟给自己的产品稍微介绍一下。现在拿这一幅是全台湾只有3幅，这个很特别的一个，哇，对对那个。哎，这是看得到吗？它是一个设计师设计，它是3幅，只有全台湾只有3幅，有一幅在金门，
三副，为什么在金门？有一个女生送他对一个军官的男朋友，全台湾只有三副。对对对对，这个军官这样很诡异吧？立正，这你要立正。对，他最有特别的地方是你看起来也许是看不出去，可是看得还蛮清楚的。真的，但是也有遮光的效果，是不是？完全没有遮光的效果。来干嘛？刚刚说什么？这意义是什么？这意义是什么？意义是帅。帅吗？他也不是太阳眼镜啊。我想抬抬看哎。来来来，大家看，其实这好好奇哦。这一副要多少钱？这一副也是13000。哦。我真的看得很清楚哎。可是一点都没有帅哎。所以我们大家看，其实眼睛你会觉得好，戴久了会觉得怪怪的。它的设计，因为它那个洞很大，但眼睛还好，不会轻，网状很多，蛮轻的。哇，红队你戴太帅了，真的，你戴很帅，真的很皱眉头干什么？你很像那个蝙蝠侠里面会出现的人物啊，真的。对，蝙蝠侠觉得不一样，像青蜂侠。对，我觉得像青蜂侠，像青蜂。做个姿势，做个姿势，快点。好，来，他一直在做姿势了。来，小护士。小护士。他是那个，他每一个地方他只有这是什么限量收藏几个而已，那台湾就3个。那我觉得我很喜欢太阳眼镜，这其中我收藏了一个，因为它设计感很好，很多人看着觉得很特别，尤其你带去一些特殊场合，大家会觉得。其实这个 party 的时候带去是蛮。对啊。多少钱？多少钱？这个，而且这个是跟我这个空气吉他配合用的。哎，这个是那个日本有。哦，这个好玩。对对对，来来。这个日本很流行耶，我已经开了，有人在聊这个眼镜，差不多那个镜头也没有 take 过来，直接被忽略。哎，摆个 pose， 哎，老 gay， 影帝就是很会演，话不多说，快看下面的宝贝吧。嗯，空气吉他，哎，这什么？你看哦，你看哦，这个我知道，按下去对不对？没有声音，按摩棒，但是。其他的7跟音它都有，对对对，按的地方就不一样，对不对？哎，真的耶！哦 ，Solo Me 哦，真的。可是它最棒的地方，这是第三代了，第四代他们听说是要出这个线是可以看得到的，哦，所以你在弹是可以看到一条线出来。那这个最好的地方是在于你可以用手或其他任何地方，比如舌头，这个脚。或者跪下来，哎呦，真的，真厉害，真开心的，很好玩，对，很好玩。有我在日本看过，然后表演啊，然后吊起来啊，这个最棒就是你要自己会懂得表演，然后可以练出一首歌来，就很炫。而且这个东西并不贵，这是第三代，这个大概在网络上可以买到的700多块而已。啊，哎，这么便宜哦！这个很棒，很棒，这个很棒，很棒的，好玩，这很可爱。好，另外这是我最喜欢送的这一副，这是我最敬拜的那个最尊敬的艾尔帕西诺，在1997年的时候，他那时候拍完了那个City Hall， 然后又拍了那个 Donnie Brasco 的时候，他到了南加大去，然后那时候我朋友跟我讲，我们在那边等3天，拿照片给他签名。然后签到了这个地方，对，因为很多人要他签出来，只签了一个 L， 那没有签他的姓氏，然后我就把它摆起来。那因为我喜欢他的人物，这个是他八面煞星里面的造型，是他那时候演那个 Tony Montana 有没有？然后这个玩偶是会讲话的，他的电影里面的经典台词就是跟我的小朋友说话，有没有？这个只能讲2句，画恐怖漫画的，他画的漫画都是恐怖的，对，惊悚，经典。小时候看到他什么，翻开头就，哎，害怕，真的，你看过这一部？我看过他，很可怕，《漂流教室》，他画了很多东西都蛮恐怖的。他讲的是一群小朋友，他整个学校跑到未来，很未来以后，然后那个地方都是很多怪物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小时候看到觉得很可怕。对，他也画很多鬼怪的啊，什么？对，因为在漫画里面，他算是漫画界里面的恐怖大师，大师级的人物。那这一版的是后来他再版的时候，第一刷很干净的，所以我买来以后就把它包起来。接下来烟灰缸，这是我收藏一系列烟灰缸。以前抽烟的时候有戒烟的，只剩3个了。那怎么不送我们呢？所以我已经送了7个出走，就留上3个我最喜欢。刚好3个，如果你要的话，我可以送你。还好，可以。这是限量版的吗？这个水晶烟灰缸，因为它是有20个不同的艺术家从世界各地，然后每个都是限量版。他做完了作品以后，他每个都有
做记号。哎，对啊，我生日的时候你棒叫，你是。所以我今天特别带这三个烟花给大家选，看你喜欢哪一个。我们等一下自己选啊。这个东西我们可以，你们应该可以感受，对不对？因为它是一个艺术品，它是水晶的，它是水晶，它不是玻璃，它是水晶的。一白的好看。可以咒人用的。对。讲讲，你对于它的收藏品你有什么看法？我觉得很没有意义耶，非常没有意义。你刚刚明明蛮开心的样子。你书看过了，你就是看过就记得就好，何必就是收藏一套在家里？我觉得只有最有意义就是那个电吉他，那个平常还可以玩一下。对呀。那其他那个那边按按按，你就自己录音带录起来就好，何必买那个？帕西诺今年已经快七十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不知道他是谁，所以我也不知道。你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是谁啊？对啊。因为你们男生可能有时候做这些收藏品是为了给女生觉得，哎，你自己很有品味。可是有些女生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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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关女生的事情。真的吗？真的不关女生的事情。蚂蚁，你觉得？我觉得那个鸡蛋是还不错，因为可以跟就是其他人一起玩。鸡蛋还不错，好玩。鸡蛋，可是那个眼镜，眼镜的话，眼镜一万多块，哎，不好看啊，也不太好。铁片，然后你打那个打洞，多拿几个洞在上面就 OK 了。我跟你们说，这水晶烟花做人是不会坏的。往桌看，嘉文，你为了收藏，你大概花了多少钱？前前后后吗？是，我的东西没有那么贵，大概是五六十万而已。五六十万，我今天只带两套漫画了。是，其实我漫画大概有至少有将近三十套漫画，三十套有几本？不是几本哦，都是这样保存的，都很多都是拜这个书套的。是是是，最近一套就是岛根座嘛，岛根座五六十万的，花了五六十万，五六十万可以买车子啊。对啊，通常一个 Hermes 包包就五六十万，一个包包我就可以收藏一堆东西。但是那个会增值，而且你可以现买现赚。嗯。女人每次讲到这个都是这样，对，因为我们有时候男生收藏不是为了价值，不是为了要增值，而是我们的喜好。是好玩吗？好玩啦，或者是纪念啊，童年的回忆，酷爱啊，回忆。对，你那个包包可以带到厕所吗？我这可以带到厕所里面去。你这个反驳很烂，好不好？好，实用性很高，大家在心中给他一个分数。好，第二个。无敌铁金刚鞋垫组，没有，那里面有鞋垫。我一个要鞋垫啊！对，难怪那么高。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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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敌铁金刚，无敌铁金刚，无敌铁金刚，铁金刚，铁金刚，无敌铁金刚。艇啊，它只要飞到它头上的时候，指挥艇到它头上的时候，它就会亮，它已经亮，亮了吗？亮了，亮了。对，然后它还可以起来，打开就吧。没有，我跟你讲，它可惜它没有木兰号的，我有铁金刚没有用的。对，好，来，我们一个一个，你是专门这个很屌，你都是专门，这是大魔神啊，这不是我，大魔神是钩子，大魔神这耳朵是钩子，会像牛角。这是闹钟，日文啊，就是闹钟。这个底座呢，它有很多种颜色。然后当初呢，这个是我经纪人买的。然后我因为收集铁金刚，是因为他也喜欢无敌铁金刚，所以我就跟着他买。因为我以前去公仔店的时候，我看到这种东西，我觉得很无聊。但是仔细看完之后呢，哎，那个有个程度不能凹，不能转，都不能转太多圈。然后呢？哦，对对对，这样 OK OK。然后呢，它这个底座呢有很多种颜色。你走啊！你先看那个。哦，原地。我跟你讲，是这个直接在原地。这个是 Michael Jackson 的无敌铁金刚。Michael Jackson。对，他在原地走。太空漫步就对了。好笨的感觉。那不是。完了，没关系。那个是可以拿下。发条不会坏，发条不会坏，不要摔到那个整只就好了。这个值钱的。这个发条玩具，这个现在已经少，这个真值钱。这个是这个很值，这只那时候他买20000多块，然后我跟经纪人熬过来的。台币啊，很贵哦。他现在没什么再出了啦，没什么再出。这个是真的，这还不错，之前这还不错。那这只呢？其他底座有很多种颜色。是，你不讲过了吗？啊，没有啊，对，因为我刚刚一直没有讲完。它有一只灰色，然后那只灰色的时候，是我在网络上看到，然后我就拿我另外一只黑色跟他换。
然后在拍卖网络跟他换，然后换回来以后才发现换到那只是假的。假的？对，你真假怎么分呢？因为它有那个什么，它包装上面会有那个印那个这个东西，它会有这个镭射的东西在上面。哎，哦，镭射的标签，对对对对对对，会有个这种标签在上面。哦，对对对对。然后换过来之后呢，才发现它是假的，所以说很呕。那时候用真的就换到假，所以这是假的，这真的啊，灰色那是假的，那只我已经送人。这个多少钱？两万多块。不会很贵，没有啦，这个没那么贵，这个很便宜，差不多3000多吧。三千。三千多。这个你刚刚那个两万多。哦，这只造型，这只两万，这个两万，这是钛合金的，就是这个盒子。这只重达2.5公斤，你要拿来看，这个不是塑胶哎，不能摔哦，小心小心。哎，它没有发条，不能走。而且这只是骨折，折到了，两万多折到。到这边才打开的，我平常是放在盒子里面的，我平常放盒子里面，我是还没有打开过，今天打开来，这只两万多。哎，孙某，不要看，这个也很重哎，这个很屌。哎，哦，哎，真的很重哎，还以为是塑胶的。对啊，哎，嗯，蛮沉的哦。哦，给女生拿，给女生拿一下。哦，蛮重的，哎，真的有重哎。这只比较重啊，那只还好啦。这只要拿过去了，你敢吗？敢啊！我不敢。他会嘀嘀咕咕。那看看就好了。好，你们会不会花两万多块去买一个这个无敌铁金刚？两万是太贵了。那你会花多少钱？我大概花一两千，我觉得 OK。哎，这种拔不下来。哎，那不能拔。不是每次都能拔的。他紫薇艇不是每次都能拔的。他说他那一尊无敌铁金刚，他花两万多，你会花多少钱买？我花1000块，1000块，没有那么贵啦。1000块，他说美金啊，没那么贵啦。没有美金，他是日币，日币贵了啦。因为它是钛合金的，而且它是真的有质感、有重量。这个人现在这个人，那只没有很贵啊，那只2000多而已，丢了吧？也不用丢啦。对啊，对对。你跟干嘛芭蕾啊？他对，无敌铁金刚，不是每次都能凹。你现在收集的无敌铁金刚，大部分是从日本过来的。哦，我去日本有买过。有些在台湾买的，然后哎，它有个打火机，有个是无敌铁金刚打火机，我还不知道跑哪去了。你不能这样放。哎，不是，那不是打火机。好，预备起。咻！合体。幼稚。漂亮。行家了解，知道停车场在哪里。这是对他的一个尊重，你知道吗？其实这种类型的、这种 size 的，我是买蛮多只的。对，然后。不能折。哎，那不能折了。哦，不能折。好担心啊！那尖的容易断，这那个盒子里面这还好，这也不贵啊，1000多块。那个盒子里面，就是这个盒子啊，就这个盒子。但是我收藏过最大只是这一只，它塑胶的，贵，对，这是塑胶的。那多少钱？但是它这个可以拿起来。哦，这是钢板的，这是钢板的，香港的。哎，这个是放在房间吗？放在房间，客厅也可以啊。空间呢？可是我放在电视柜旁边。超耗空间的啦！请问一下，他们那个这个刚刚这个阿帕西诺收集一个你们不认识的，那这个起码你认识嘛，对不对？对，无敌铁金刚。觉得男孩子收集无敌铁金刚 OK 吗？我觉得 OK， 但是要看数量。这样可以？我就这样可以，我这样没有了。这样可以吗？这样太多，这样算太多，这样比你们鞋子还少。对。但是问题是，你每次都长得一模一样啊。也是啊，也是啊。我一模一样，你看着我完全都。完全都不一样，而且还可以折，气死人了！拿回来。对啊，而且你们的鞋子每只虽然不一样，但size颜色也都一样啊。是没错，但是我们每天可以依照不同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穿它。我每一本漫画都可以看1000遍哦。你要看1000遍？但是你不敢进啊。没有了，没有，觉得很幼稚哦。很幼稚，很幼稚。尤其是你把那飞机拿起来在飞的时候，对啊，就会显得你好无知。人生要投入才精彩。投入什么？就是投入你所喜欢的东西，喜欢的事物，对不对？哦，对不对？这个还有一个功用啦，这还有功用。没电了吗？投入有电了。来，我立给我小秘密啊！感觉到刑天宫无敌铁金刚，好，自己在心中给他打个分数。好，可是呢，还是要给你们
稍微讲一下，这个在我们所有男生心目中，小时候他们是我们最好的，一定要的，每天6点到6点半都会收看，都一定跟他在一起，嗯，好不好？燕君，其实我这些收藏哦，一共花了大概多少钱？其实我收藏时间没有很长，差不多2年多而已。是，因为我是入行之后认识我经纪人之后，然后才开始聊了，跟他一起买的。然后我买数量也没那么多，差不多10几万而已。来，接下来这一位是，看到没有？这果然比那个厉害，这个可以折。哦，你可以摔吗？可以摔，可以折。因为东西太多。哇，一定要玩那么大，这很硬哎，得小心。然后你看这个，这个我是在日本买的，在浅草寺。那时候在一个那个杂货店里面，刚好看到这个大只的，像我以往都收集这些小的，你看没有？这小时候没有收集。这一个就特别哦，这一个就1000多块，挂在一起。这没有，我是把两个连在一起，就有大小不同的 size。哦，这一个就1000多块，小的也是一样啊。好，全部都一组的。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意思代表就是说呢，弹吉他，面包超人到 disco。他是咸蛋超人啊！眼睛瞎了吗？咸蛋超人，他吃咸蛋超人在 disco 被破坏。刚刚这边还有小的了，小的跟他比一下。哦，这个好小哦。你看有小有大的。那小的多少钱？小的就便宜了，就几百块而已。哦，这样几百块。对啊，这样几百块，250。这个比一张100块还小哎。你这个差不多。咸蛋超人从收集开始到现在多久了？大概有7、8年时间哦。哇！那时候他在电视上演那个咸蛋超人，就开始收集了。可是你收藏这么多，你叫得出来这些咸蛋超人？有啊，我特地要把他们有编号的名字。这个叫做为什么两个超人力霸王迪卡，迪卡是这个。你怎么突然变小孩子啊？超人力霸王迪卡，这个超人力霸王7号。哎，它总共有34种不同的造型，是，这是我只拿出其中的几种而已。是是，这个也很特别啊，你看还有牛角的。那你会不会？这个是超人力霸王之父。哦，对，我知道。最高的。哎，我的仙丹超人是20几年的耶。是哦，你有仙丹超人，嗯，你有仙丹在日本，仙丹超人，他不是我的仙丹是20几年的。这个厉害，这个是。超人里面这个超人力霸王里面的尊王，对不对？尊王就是等于相当他们的国王。那建国，你知道这每个超人他的招式不同，你可以使出任何一个的招式。他们的招式几乎都只有，哎，等我这样让他算一下，你做一个招式看正不正确。他招式是这样子啊，这样子啊，然后他的那个艾美丽光线是从手边发出来，这样艾美丽光线，真的，他就刷出去啊。然后你知道那个咸蛋超人，他应该要证明为这个超人力霸王，因为你是想讲咸蛋超人会被人家干掉，在什么路上？超人力霸王，因为那个超人力的力霸王，超人力霸王，超人力霸王。因为咸蛋超人的名称是因为那个周星驰主演的那个破坏之王，你要他们有带那个两个那个鸡蛋壳蛋，对，片商引进来之后就改名叫咸蛋超人。是，这个还有真人演，对，还没讲完啦，他跟。他跟怪兽对打的时候，他们都是以非常温柔的方式跟怪兽对打，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温柔的超人。不到最后一刻，他不会使出他的绝招。温柔超人。温柔超人。哦，所以说。然后他也不同于你像什么超人、蝙蝠侠，你知道吗？超人、蝙蝠侠就只穿着一个外衣，对不对？然后内裤外穿。这个完全变身的时候，那个谁像杰斯，他是用牙刷变身，一变身就变成这样穿这个。哦，这样。好，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这个咸蛋超人跟你的无敌铁金刚是谁比较厉害？当然比较厉害啊！这个啊，这个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就变一堆废铁啦，一堆废铁。对啊，是一堆废铁。没有，可是他这个只要坐上去，他就不是废铁了。可是他会驾驶舱一上去以后，他就什么都行了。我的白痴啊！接下来现在女孩子会比较喜欢的，来来来，蹦蹦，看这好可爱哦，史努比，日本造型的，这是我在泰国。好，那史努比跟无敌铁金刚谁比较厉害？史努比。对呀，输了。赞。我想看。哦哦哦，财神爷造型。哦。开吧。便利商店的吧？这不是，这是那个一个素食店里面的限量的。哦。在台湾还没有。所以这不是台湾买的。这不是在泰国。徐大哥。哎。你这个史努比跟咸蛋超人，你觉得哪个比较厉害？这还会犹豫啊？这个当然是这个厉害啊，还是这个厉害？这个厉害啊！现在这个是可爱的。这样了，现在一定要丢掉一套，你丢哪一套？
这很难掉哎。不是，你不要难过，我们只是比方而已。哦，比方啊，哭起来了。二折一，二折一。好了好了，这个比较辛苦了。你要不要把它丢掉？没有，这个可以丢掉，这个史努比可以丢掉。那这拿去回收吧。好，可以拿去回收了。燕君，这么多，你觉得哪个可以丢掉？都不能丢掉，是吗？嗯，都不能丢，所以这才是爱的嘛。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丢掉。哎，这个不行丢，这个很难买到了，这个现在都买不到了。你的鞋垫跟无敌铁金刚，鞋垫拿走等于是我没有人生了，所以无敌铁金刚还是可以丢掉的，对不对？我觉得都是生活必需品啊，对，生活这是生活必需品。对啊，这个你放在家里，你就会很开心。这个可以满足他的啪啪啪。没有，没有，他回去，他回去。铁金刚啊，只有你懂我。今天我在节目上被人家讲我穿鞋垫，只有你懂我的。铁金刚，你也穿鞋垫吗？对不对？铁金刚，对不对？你说怎么办？对 ，Tell me。你看我们这鞋套完全都没有鞋垫。我懂。那拿着它厚厚的一层在那边。好，来，这样花多少钱？分数了啊。我这个的话，一个就1000多块啊。我总共我家里还有。但你总共花了多少钱？20几万吧。哇，20几万。可是我觉得你有点虚，因为你的公仔都不会讲话，也不会干嘛。对啊。可是可以。对啊。可是可以扭啊，可以转啊。可是他不会讲话，不会像他们都有啪啪叫什么的。那谁的啪啪叫了？哪一台啪啪叫？有他的那个闹钟。对啊。讲话没有啪啪啦，他没有啪啪，但是他会讲话。好了，这个也会讲话，有一个会讲话，等会有一个会讲话，会讲话的来了，生气了，哦，真的，唱片，你播放的时候会不会讲话？哦，老唱片，你知道这唱片多珍贵吗？哇，你有没有看过？有蓝色的、红色的、橘色的唱片。哦，给你看这个收藏哦，蛮有意义的。看看哦，对，这个有价值啦。嗯，哇，漂亮。蓝色漂亮吧？嗯，好漂亮。来，再给你看另外一个，什么颜色？快猜，紫色的、黑色、蓝色、白色、透明、绿色的。好漂亮哦！是回家吧？漆成那个颜色是？有漆成？什么颜色？快猜，橘色。橘色。哇！来，什么颜色？红色，看到了。你有透明的吗？透明的你有吗？透明色我没有，这就是透明的啦。对啊，你看可以看。不是我说白色透明的 ，OK 啦，好不错，那请问三位女性，嗯，铁金刚、史努比，还有这个万寿无疆，这个是寿星公有没有？Happy Birthday， 早期的寿星公就长这样。对 ，Happy Birthday 是什么颜色？黑色，这好有意义。哦，这个很有意义。但是你看这个黑的哈。怎么样？来看看，会变色。早期的黑的是这个，这是谁？这是谁？陈淑华。哇，这也是黑的吗？对，早期的黑的比较大小。哦，大小不一样。对，还有分年代，所以不同的时候不同的那个。所以年代你都经历过，对不对？没有，都是收集的好不好？好，三位女士，请问一下，无敌铁金刚，阿帕西诺跟漫画，还有那个超人力霸王，还有史努比，还有唱片。唱片我们先不要算，因为唱片是一定很棒的。嗯，这四样，你觉得你们男朋友可以买哪一个？好难哦，姜文文的耶。嗯，他的会比较有意义。对，跟他们两个比起来的话，因为那都是一样的东西，而且都塑胶。哎，1000多块，塑胶造型完全不同啊。对啊，还是漫画，可以看，可以增长知识，然后又有帅哥的照片。可是造型完全不同，你看辜负人家设计。其实柯国龙也很帅。来，马一。可是我觉得的话，因为我的小时候是超人，先当超人，所以啊，如果男朋友有的话，我可以跟大家一起玩的。耶，超人！这样，马一，你男朋友应该也会玩这个啊，无敌铁金刚啊。也会，可是那个比较会讲那个啊，因为他会 stretch， 然后回去那个外星。陪你呢？姜伟文的。还是姜伟文？姜伟文。好，姜伟文目前蛮厉害的。好。以上都是便宜货。接下来，您就是那个刚刚有穿那个装备的那个疯狂者。首先看这，这是最近很流行的那个公仔，可是它全部做成那个 Star Wars 的一些里面的那个造型小娃娃的造型，对不对？这是谁？
这个其实是日本一个很有名的品牌叫 Beer Break， 包括它是在日本的玩具展的一个限定品，就做成星际大战里边第六部曲的小熊，以往小熊的样子。这多少钱？给女性的。多少钱？这没多少，3000多而已。方哥，那个是什么？这个是刚刚那根还没有伸出来的，只有一个键盘。这个是原来的达斯维德的光剑道具。这是黑武士，以前就是他就拿这个拍电影。对，以前是这样子啊，以前我们照相机不是有那种闪光灯绑那种吗？那以前电影那个黑武士的光剑就是用那个闪光棒的那个棍子来去做的，来改过来的。对，那我还要找到那个牌子的那个样式的闪光棒，闪光棒来改。这多少钱？闪光棒呢？那个时候我买这个闪光棒，其实它这闪光棒是古董的哈，已经有5-60年历史。闻在干嘛？一倍上其实已经有300块美金，可是我骗到一个老伯伯，他脏话不懂事，2000块买到台币。好，这个哈，正面是一个粉红色机器人，后面会看到有一个小女生。那其实这个是有一段故事在后边的，就是我们501美国创始人他女儿，在他6岁的时候有验出有脑癌。可是问题就很可爱小女生，可是问题她没有医药费，所以我们全世界501就跟一个慈善机构叫许愿儿协会，我们一直在募款扮装去筹钱。结果我们筹钱去医他，然后一直给他鼓励，我台湾这边也有给他鼓励了。他就有个遗愿想要去迪士奈，后来就他爸爸带他去迪士奈了，跟他不到一个月后就过世。对啊，然后在他过世1周年的时候，这个星际大战这个厂商为了纪念这个，其实这个机器人是我们当年自己做的，然后来卖出去义卖，然后全部卖的钱也是给他做医药费，可是他还是没办法。就还是过世了，所以他41周年的时候，厂商就做了，为了我们就做了一个这个。那我们只有我们501全世界成员可以买。我们买了以后，我们全部捐给就是许愿儿协会。是。那像其实星际大战，我的收藏很讨厌讲说啊多少钱多少钱。其实这是我们男生工作压力后放松的一个很抒发的时候。我刚出来毕业，我刚出来做事的时候，我抒发压力就是去一家 disco 叫 Whiskey 的 Gogo， 我还有台 VIP 卡。在辛亥路那边，在一个铁皮屋改过来。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因为我的好朋友是那边的 DJ， 然后介绍认识啊，这个叫阔中康，然后就啊跟我喝酒，很会喝酒。然后我拿到他的 VIP 卡，我到现在都还留着。可是后来对，然后我就礼拜三呢、礼拜五都会去了哈。我现在又有点忘记了，阔中康就是了。现在我其实跟他碰过面，他忘记我又太多。可是后来觉得去那种地方实在是很浪费时间。然后出来都是回到家就满腹空虚了，心灵得不到很好的充实了。没有几个，那边时候辣妹不算很多。那个时候那个店不是我比较多。我开始 sex 阿哥，他讲 whisky 阿哥，不是我。sex 阿哥也有去，没有。那可是后来我就觉得这个很空虚，没什么意思。然后后来就是在投入这个玩具，可是最重要就是到后来我觉得这个嗜好可以带给我回馈社会，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穿着盔甲，我们会这些玩具会，对，这个真的很酷，会送给这些。他其实这种命令剩不多，小朋友就开心死了，真的是。可是这些是癌末的病童，他是生命都到尽头，是我们给他鼓励了。美女，然后像这样子的收集就有意义了。对，他赢了，就是因为不管多少钱就可以了。就是我们不会在你关在房间里去玩，然后没意思。可是你要走出去，用自己嗜好去走出去，那才比较有意义啊。所以说，彦俊，我们也可以把做一套这无敌铁金刚衣服去。那你去做一套那个，那你你弄成 Alpha 星哦，没有，你把漫画这样贴满身去，好不好？我就送漫画给他们看不行啊，我要贴满身。可以啦 ，OK 啦，就是说怎么样？你要明天？其实我也有一段时间是过得非常非常惨。我以前也是，就是没有鞋垫的时候。其实我高中的时候，我也
也重考过，然后我重考那一年呢，我的女朋友也跑掉，那时候人生完全没有重心。结果呢？对，然后找夜店又不知道去哪一家夜店，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投入玩具这样。OK， 好，那我们在这边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曾经为了收藏这些东西而跟女朋友吵过架的，请举手。好，因为一点点了，一点点，怎么样？因为我书太多了，然后他觉得。譬如说家里都摆的漫画书，感觉这个人在深度，知道的感觉。因为我们收集这真的花了很多心血，所以对我们来说，它看起来不只是漫画书，它是你投入的那个时间，深层深入的，而且是当时你在看的时候，你那个年龄，你去看的时候，你翻那一页，你会想到啊，这是我12岁的时候看到这一页，就是这样，真的。像我现在看小叮当的完结篇，我还会掉眼泪。那你太夸张了，我也会，对不对？小叮当的时候，小叮当要回去未来世界的时候啊，大雄还去跟纪安打架，然后抓住纪安。然后竟然一直揍他，他说我不认输，我不认输，然后竟然就一直扁他，他说你为什么不认输？他说因为小叮当要离开我了，你知道吗？不要讲到这一段。对啊，他说我要做给他看，我长大了。然后他回去之后，房间里是空无一物，然后就是那个打开那个抽屉，里面也没有东西。变正常抽屉，对，变正常抽屉了啦，超可怜的。快收拾你的眼泪，因为大 PK 的结果即将出炉。蔷薇文的漫画，燕君的无敌铁金刚，许建国的超人力霸王 ，Roy 的星际大战全系列收藏品，谁的收藏才会让女生满意呢？女生觉得男孩子收藏什么最无聊、最讨厌？讨厌吗？史努比。啊？娘哎！不是，那个是很可爱啊，怎么会？那应该是我们要收藏。来，一人选一个，来你选史努比。史努比。OK， 你觉得很娘？对。OK， 那蚂蚁。我也觉得史努比。为什么？因为很娘之外啊，没有什么价值，有吗？限量的吗？有吗？台湾买不到吗？佩妮，你觉得？铁金刚啊。为什么？才碰一下他就皱眉头，拿去玩，很烦的。对啊。OK， 现在四个都要投，认为蔷薇文是最棒的，请举手。拜。我好常跟你说拜哦。认为无敌铁金刚鞋垫的很厉害的，请举手。拜。认为超人。力霸王很厉害，还有很娘的史努比，请举手。你们今天三个来干嘛？认为伟大的501是最厉害的，请举手。得收东西了，收东西。回家了，回家了。没有了，对，不是，你们三个也不要失望。我觉得，因为他那个。星际大战有在一起，真的，而且他后面有一个501的这个 group， 对，他们有做好事，不只是收藏，对嘛，有意义，有点风度嘛，你看什么？收掉，没有关系啊，收藏嘛，对不对？自己快乐就好了，人家没投你也没关系啊，对不对？对。我就算我的收藏品被人家讲说不怎么样，但是我还是爱我的收藏品。对，对不对？因为收藏这个东西，这对是比较私人的啦。说真的，你说你喜欢什么，人家也不一定会喜欢。因为不管人家喜欢什么，你回去你还是很喜欢你自己的收藏。当然。不过今天很奇怪、很吊诡一件事，就是因为奖品是他由他出的嘛，他又得第一名，那奖品又给他，那这样不是莫名其妙？所以就回扣是不是很凶？因为那卢卡是送给501的，不是吗？这不是他出的，这是电影公司出的。哦，你看过这电影了？等一下会。给 T 恤给你，真的吗？对对，你们每个都，这是卢卡斯影业这部电影的内部 promotion kit， 它有白色的吗？白色啊，那还可以，不错了，501蛮有人情味的，电影票吗？好，来，我们送给今天的冠军。棒哦，棒哦！你们带我去看。不过说真的，对他来讲才是最有意义。他这么爱，对，他又得到这个，你会穿这样去看呢？那个501啊，这一套我们现在现场5000，要不要买？电影公司说这个宣传过，他送给我有5个版本。天哪！踢到铁板！我以为你也是彰化那个老伯伯啊。好久，我是帮彰化老伯伯报仇。这个在那边建议女孩子，我们男孩子收藏的时候，你们不要在旁边呱呱叫，对啊，关你屁事啊！男孩子对不对？有点风度，心声哦。那男孩子收藏的时候呢，也要尊重一下你的另外一半，对不对？不要把这个空间啊
当成自己的了。对啊，好吧，狠一点嘛，你买皮包的，你买啊，我也去买，大家皆大欢喜嘛。哎，好吧，那今天就这样子了 ，OK， 谢谢，我帮。